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，因为陆续有很多新的朋友到现场来。那今天呢，这个节目叫做《唱作俱佳》。所谓“唱作俱佳”呢，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。然后，外面那是张哥吗？是哦，然后外面有一个黑板哦，那大家如果有喜欢唱歌的朋友，然后都可以到那黑板上面去报名。那由于今天呢，目前只报名两个人，所以，我要不断的重复的介绍这个节目，不然我们呢就要一直自己唱，就希望大家，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个今天晚上，好不好？就是大家想要表演的就去报名一下，因为即将登场的已经开始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了。通常遇到这种窘境的时候，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轮番上阵，但这个千万不能变成一个常态，你们不能为了要听我们工作人员唱歌就得不到。对，因为这舞台是大家的，我们只是搬搬东西空空听这样，这舞台是属于今天属于大家的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欢迎我们上半场最后一位登场的一个朋友，他叫做比勒男，我们掌声欢迎比勒男。她是个女生。
祷告。